哦，是一只可怜的僵尸，辛辛苦苦跑来中东找厉害的僵尸帮忙，没想到找到了这个。没错，我就是厉害的僵尸。就你这智商，靠不靠谱啊？不过仔细想想，法老僵尸可是大范围发出攻击，说不定还真能应付人多的战局。嘿嘿，试试试试。疫苗研究所，我们又杀回来了。超级病毒，这地方的人怎么又站得那么分散啊？不行，弱级病毒 1.0 威力太小了，还是先来个病毒炸弹吧，然后去吧法老僵尸。哦，再让杰森哥来辅助你。变智障，变智障，变强壮，变强壮。感觉你们俩在合作找头脑简单的肌肉棒子。嗯，没事没事，继续嗨吧，简直是一路秒杀呀。哪里来的坏人，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？呵呵，吃我枪子儿吧。变智障，变智障，喵喵喵。啊，我死了，哈哈，闻啊，这种轻松战斗的感觉真是久违了。接下来就该清理关在屋子里的家伙了，去吧小僵尸。啊呜啊呜啊呜，闻，哎呀，汉堡可真香啊。那我再来给你加点料吧，豌豆射手，去给他加点料。啊啊，饿死了，哦，救命啊，完了，门被锁上了。啊退，哦，我死了，哈哈哈，搞定。看来这又会是一场轻松的。等会儿，我的僵尸呢？法老僵尸和杰森哥呢？哦，累死我了。哎，我也累死了。我去，这体力也太差了吧。完了完了，赶紧用道具补救。来个病毒棍，这里埋上地雷，再给你们尝尝病毒汉堡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完了，弹尽粮绝了，结果还剩下七个人，又要输了呀。你是不是傻？你这智商还好意思说我？你的超级病毒还没用呢。哎呀妈呀，还真忘了，失误失误。那还有希望，瞄准，走你，哈哈，搞定三个。啊呜啊呜啊呜，呵呵，又搞定一个，就剩三个了，刚好你们一人一个，要翻盘了。啊啊啊，我死了。我去，你们就这么靠不住吗？哎，就剩下三个，难受啊。看来这一千年人类也没少锻炼啊，想要抢回薯片还得找更厉害的家伙加入才行。